Hello，Hello，Hi，Hello，hello. Hello. Hello，能听见吗？Hello，能听见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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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完全没有反应啊。On air showing applications。如果能听见，给我回复一下好吗？谢谢。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的8月5号，今天是2020年的八月五号，今天是给大家来讲顾比的讲座的回顾和思考，还有美元要走熊市吗？为什么？以及美元熊市下的投资策略。如果大家能听见呢，可以给我回复一下，因为我不知道大家的反应。Hello。能听见吗？有没有帮我回应一下的？Hello，喂，喂，完全没有反应。我们先试着往下讲吧，好吧？如果有问题的话呢，我们再 check。如果大家能听到，最好能够在 question 的部分给我留一个言，留一个言。OK，好，我看到了，大家有回复。谢谢 Bill，他说可以听见，那我们就正式开始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因为大家没有回应，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了。OK。我们讲座正式开始，在讲座开始之前呢，我给大家再次介绍一下我自己。今天晚上的网课是 Austin 给大家带来的。那么题目呢，应该大家也在渠道上看到了。我个人是任职国际金融机构，负责资产管理的分析和建议，持有澳洲金融从业资格证。在多年服务机构和个人客户中呢，形成了自己的这样的交易理念，也希望把自己的这样的一些特点和能力吧，带给我们的投资人。比较擅长于把握市场的趋势，并且用周期性的脉动来配置资产组合。相信大家有看过我做投资的一些历史记录，所以说对于股指啊、股票啊、大宗商品啊，还是有一些个人的见解和经验的。感谢大家对我们 Go Market 的支持。那么，今天的所有的讲座内容呢，也是属于一个一般性的内容的信息。金融交易都是有风险的，并不是银行的定期存款，所以说因此呢，并不适合所有人。如果您在做您的投资的时候呢，最好还是询问第三方的建议。GoMax 成立于1998年，提供股票、外汇、黄金、石油指数等多种金融产品和一般性的建议咨询。公司的牌照号 AFSL 是254963。OK，例行公事完以后，我们就可以开始今天讲座的内容。今天讲座呢，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回顾一下昨天 Gary Gubby 的讲座。也
我也听了一下全程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并且呢也看了很多人的一些评论和这个回顾吧，然后我也聊一聊我们的思考。那么今天晚上呢还会有一场英文版的，也在同步的进行，然后我就直接把这个 Eric Gubi 的PPT 呢给大家再过一遍，我截取了一些。他本身是一个比较资深的这个技术分析的交易大师，然后他有他自己的一套解读市场的这样一套指标，或者说认知的方式吧。那么这套方式呢形成了他自己独特的一种交易能力，在很多的这个市场里面也得到了验证。因此啊，我们这个也就是尊敬的称 Eric Gubi 为我们这个十大这个技术分析交易大师。昨天我们主要是想通过他在市场里面多年的经验去听听他对于目前市场接下来的一些想法。那么问题呢就像在 PPT 里面展示的这些问题一样，中美关系恶化，那么接下来对美股、澳股还有中国 A 股都有什么影响？那么当时呢，这是顾斌老先生老师的这么一个SP， 就是 SP 五百的一个走势图嘛。然后他给到美股的评价是，美股呢目前是热火朝天，对吧？有一些激进，然后有一些就是那种很强势的牛市的一个走势，从它的这个技术指标呢也能看出来，这种反转以及这种向上突破的这个力道也很有可能啊要突破前高。然后呢他也看了一下纳斯达克指数，然后他画了这样三条平行线。大家可以看到目前的纳斯达克已经站上了平行线上轨的上沿，甚至继续在往上这个冲刺。他本人呢在讲座中表现的对于美股的态度是有一些担忧的。那么这种担忧呢实际上是很多在市场里面经历过这样牛熊转换有过投资的这样一种被割韭菜的这种深深的这个烙印的人都会感觉到的。那么我觉得在这个层面上，我认为他说的或者说他感觉的是他真实的一个想法，并没有说鼓励大家应该 take risk， 然后这个不计风险。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应该去正确的去评价和衡量的。然后呢他形容呢 ASIC 200指数就是澳洲的股指走得比较慵懒，跌呢也跌不下去，涨也涨不上去，在中间横盘，围绕在6000点这样上下。大家从这个图形上也能看出来那么目前来说呢，我们从他的讲座里面也可以印证，市场里面确实走出了一些分化的行情我们也在里面去想找到一些相对明确的机会来说的话是需要一些难度的，不会像之前那么明确，像三四月份那么明确同样呢他也讲到了澳元，他对澳元的这样的一个走势呢他的评价是澳元的强势来自于美元的弱势，而非澳元的一个反转。所以从这个层面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接下来我要讲的部分就是美元那么昨天呢他给到澳元的一个目标位呢，他说可能要挑战到 0.74 到 0.75，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目前呢澳元还没有触及到 0.72 的位置，也就是说向上的空间呢还是有一定的空间。那么在这个问题上我相信大家也是有这个同样的感受，就是经济和股市market
和 economy 是脱轨，或者说叫做脱节了。总有一个人就是说在说谎。那从现在的这样一个市场情况来看的话呢，从市场情况来看的话，就是说市场啊非常的这个火热啊，但是呢经济呢反而显示出来了它一定的这样的一个担忧，也就是啊可能恢复的这样的一个节奏和速度并没有市场预计的那么好。那么我们接下来面临的是经济突然瞬间反弹呢，还是市场就像主人牵着的那条狗会回到你的身边？那么就像我们在拉两根橡皮筋一样哈，那到底谁是最先放手的那个啊？并且我们的投资人也给了很多的问题给到这个盖尔·古比，然后当时呢他也给出了一些这样的回应，大家可以回头去看一下昨天晚上精彩的这样的一个内容。然后呢总结为，就是说总结为三大的这样一个方式。第一个方式就是说选择用汇率对冲也就是 FX， 用高杠杆的收益，用短期的这样一个操作方式来这个做一些资产投资，或者是做一些这样的操作吧。那第二个呢，他建议选用指数类投资。那指数类投资的好处就是没有选股的风险，并且流动性比较好。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他认为在现在的市场里面呢，还可以用一些CFD 的产品来灵活的去配置自己的这样一个资产组合。当然他也给出了一个资金的组合分配的这样的一个图表，那么大家可以今天看得比较清晰一点，昨天正好有一个图挡着。那么在这样一种市场情况下呢，大家要灵活的去分配自己的各种配置的计划分别的运用在像股市CFD 然后 cash 按照目前的一个市场情况来看呢，其实我们应该在 bullish market 和这个 volatility and stable market 中间去找到一个平衡点因为市场目前来说还是有一定的这个人气的，那么支撑也比较足所以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如果你的资产或者说你的操作方式是否有灵活的去组合。当然如果说您在这方面呢不太确定，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让我们给您一些就是适合您的这样的一些建议。那主要聊一聊我们这个听完讲座的一些想法吧，因为我默认大家都已经听过这个讲座听过这个讲座以后，实际上有很多人是感觉就是没有收获，有很多人感觉有收获，那么也有人很想问一些就是关于预测性的问题但是我认为就是说预测和行动其实行动更重要，就是说其实我们不一定预测对了就能赚钱，对吧，也不一定预测错了就会亏钱，那么只有你那个 take action 你才会有机会获得回报，所以说最重要的我觉得是应该有一个行动的动作。那么市场失真现在呢，就是我们也看到了股市和这个经济有一些脱轨，那么谁是错误的那个，是我们在这次讲座里面面临的一个就是说一个很纠结的问题。我们也问了顾斌老先生，那么顾斌老师呢也说在现在的这种情况下呢，应该就是保持谨慎保持谨慎当市场的下跌来临的时候可能会特别的迅速会特别的迅速，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有一些比较灵活的操作方式的话，那么可能可以通过顺势做空的方式呢获取一些利益，那么也可以等待到一个比较好的这样一个价格。那么
第二个呢，就是他对中国市场的评价，并且他也提到了像 TikTok 这样的一个目前的一个比较热门的事件嘛，因为传说这个 TikTok 要被强制的并购啊，强势的并购这个到这个微软的公司下面去。那么他对于中国市场的经济的这样的一个反弹这个复苏啊还是比较乐观的，认为呢中国的股市呢也会接下来会相对强势。那么他里面还提到一个很有趣的，就是说发行差的人啊是目前引发市场担忧的一些点，然后也有一幅很有趣的漫画，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他说的这些发行差的人都是谁。投资策略呢主要是表现了就是说灵活配置，包括啊利用产品的一些特点啊去找到符合现在市场的一个时机。其实呢我觉得到后来的时候，就是说提问的环节是我比较关注的，因为我认为啊一个好的问题往往比一个好的答案要来的就是更不容易。因为现在说实话大家都能够通过各种渠道去学习，去找到自己想要的一些信息，但是如何去把自己的这些信息梳理出来，提一个有价值的问题，我觉得这是我来听顾比的讲座的一个重要的诉求。也就是说他愿意怎么讲，或者说他表达观点的方式，那是他的这个总结，或者说他对市场的一个分析判断的逻辑啊。但是如果临时抱的一个请教，或者是这样一种求证的心态来，那么应该是可以提出来很多有价值的问题的。那么这些有价值的问题才是我觉得才是啊这样的一场我们花钱或者说花精力打造的活动的亮点当然了未来也有这样的一些机会。所以说当我们在面对这样的一些比较灵活的，像疫情期间啊，像这种线上这种大家不要吝啬自己的这样一个问题，可以互动起来。包括有时候我在现场去跟大家聊这种这个网课的过程中，其实我会发现有些人给我提问题，然后我也会如果说当场我没有回答清楚的话，我也会给这个事后会给大家一个回应。所以我认为啊，就是会学习的人其实根本不是在被动的吸收一些东西，而是在主动的去寻找。OK， 这也是我真的是在昨天的微信群里面挺受感触的。有的人在看完了以后就丢下了一句评价的话语就离开了。那么实际上我觉得他真的不太了解什么叫互联网时代的学习方式啊。好，那欢迎大家呢就是回头去看一下我们昨天精彩的这么一个活动。那么也进入到我的第二个章节，其实就是讲一下关于美元熊市确立问号，为什么问号。讲美元其实真的很难，因为在讲这种大的这种叫做货币啊，或者说叫做基本面的时候，你需要的基础知识太多了，也要照顾到方方面面。那么很多时候我们不太敢去在市场里面去抖漏这些东西，包括货币学啊、经济学啊、金融学啊，基本上都要涉略一些。那么呢，如果大家觉得我今天讲的有道理呢，大家可以给我点个赞。如果呢觉得我讲的不对呢，也可以轻拍，好吧。美元走熊，大家可以看一下现在市场里面，首先我们出现了两个很有趣的现象。第一个现象就是纳斯达克走成疯牛，对吧？上期呢我讲放水牛也是牛。大家可以看到，从今年的三月底到四月初，它纳指见底以后就开始一直往上攻。有一股神秘的力量啊，一直就是拖着它往上走啊，根本不惧市场的这些任何的这种疫情也好啊，或者说经济的这种复苏缓慢呐、啊，或者是选举啊
斗争啊、中美冲突完全不惧，就是往上走啊。那背后是什么？背后我们说是贪婪还是这个避险，对不对？如果说是避险，那为什么？那为什么是股市上涨而不是这个？对，当然黄金也上涨。那么如果是贪婪的话，那现在这个市场里面啊、也有一些这个叫做不一样的信号和声音啊，那就是黄金。黄金现在呢，就是当时我们讲到说黄金2020会不会黄金也会有一个2020的现货价，大家可以看到光光就在七月份啊，光就七月份现货黄金就涨了 10.97%。然后呢，就在这周呢，黄金都已经摸到了2050了，对吧？在这样的一种上涨下面，很多的资金啊都涌到了 ETF， 都涌到了 ETF， 也可以看到，就是说市场现在有很强的这样的一个避险情绪，并且对于印钞和发债表示呢深刻的担忧。然后这个是彭博的一个数据啊，就是说在现在的这样一个市场情况下，在周一的时候，黄金 ETF 的持仓量已经啊位居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超越了德国。那么美国是这样的一个官方的黄金储备量是8133.5吨，然后德国是3364.2吨，然后黄金 ETF 持仓是3365.6吨，我们可以理解为 ETF 的这些资金都是一些啊机构或者是啊散户的一些资金把它堆起来。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市场里面对黄金的追捧啊，是不是也是令人感觉到疯狂？正常来讲呢，黄金属于避险的，对吧？那么股市呢，属于是个追求风险的，所以说。在这样一种市场里面，既然出现了同时的上涨，所以今年的市场确实不一般。那么我们先回答这个问题，那现在是不是买入的黄金的时候啊？就是说，我们也看了一些机构的预测，就是说金价呢还有可能继续上扬。高盛认为啊，金价可能攀升到2300元。那么在这个 RBC Capital Markets。还有 Gold Markets 的知名分析师 Allen 的预测呢，黄金会涨到3000美元啊，我们可以静待市场给出分晓，毕竟嘛，对吧？我们是展望的一个预期的。我认为这个问题的核心根源呢，实际上就是来自于美元，来自于美元。大家都知道，美元是这个大宗商品包括市场计价的一个最重要的工具，一个货币单位。那么有一句很知名的这个名言，是美前财长的康拉利讲的，他说美元是我们的货币，但是呢是你们的问题。在今年的五月份的时候，我记得当时给这个我的一些客户发过这样的一个表，我觉得非常非常明确的表示，就是说如果说经济想要复苏，那美元必须走弱。经济想要复苏，美元必须走弱啊！就从这个图里面，右边这个图大家可以看到，经济和美元的强弱呈负相关啊，呈负相关。所以大家想想，今年经济是不是很弱？所以说，为了让经济复苏和反弹，那么美元就应该走弱放水。那我们看一看，是不是这样呢？如果说从这样的一种逻辑上分析，是不是这样的？首先我们看第一点，从技术上看啊，这里面这个图呢是美元指数的一个走势图，大家可以看到，就是今年三月份的在美元荒的时候最强的那一波上涨也没有刺穿2016年的高点。然后呢，我们如果忽略中间的这一波无序震荡的话，实际上美元已经跌破了它的长期的上涨趋势一个轨道，并且开始不断的创下新低，表明美元的下行趋势开始。第二，我们看一下长周期。自从呢1971年
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美元呢已经走过了两轮的牛熊，每一轮呢大概15年左右。如果按照这一轮的熊牛市呢，从2011年末开始，那么到现在为止，我们都认为美元在走强，对吧？都可以说在走强，因为它没有创下更低的低点在这个地方。那么会不会在接下来的这几年里面，三四年里面，美元会走弱呢？如果按照15年的跨度周期来看的话，这个事件是大概率的问题了，对不对？这个图是一个非常长周期的，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从1970年开始的，美元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强弱走势图。所以说从这两个角度来看，从技术面来看啊，从时间跨度上周期来看啊，美元熊市有确立的可能性。第三，我们看美元的估值。美元估值本身来讲呢，是有一个比较复杂的计算公式的，叫做美元的实际估值啊，实际汇率估值啊。但是我想找那个实际汇率估值的图呢，今天没找到。那我想灵机一动，我之前看过一个巨无霸指数，那么很好的去反映美元的购买力的情况。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几乎所有的货币都对美元的低估，也就是说美元对所有其他的货币都高估。理解我的意思吗？就是说美元在大量的印钞，在大量的降息放水的情况下，美元对其他的货币还高估。我想表达的就是失真了，对吧？就是说它的这样的一个估值的成分还没有回归正常。会不会回归正常呢？这不就是我们接下来的问题吗？对吧？它如果走熊，不就是回归相对正常吗？第四，通胀预期。8月3号的时候，鲍威尔讲话说，希望呢，这个还是鼓励降低利率，然后改变失业和通胀这个动态并且呢，他想维持在通胀利率在2%的情况下再加息。也就是说，在经济这么差的情况下去追求通胀，那只有印钞咯，对吧？那只有放水咯。那么美国的实际利率还是会下滑，那么美元的这样的一种这种叫什么利息优势或者说利率优势还是会丧失啊。正常来讲，我们说一般来讲就是说2%的通胀利率是一个正常的经济下的一个确实是一个比较良性的一个叫什么反应吧。但是在今年的这种市场下如果去要讲达到这样的通胀预期的话，那代表美元还是一个大量的去走弱或者说放水的一个动态。那么第五，我们再看一下美元的利差。我截取了目前市场上几乎所有经济体啊，就是金砖国家什么发达国家经济体的这些利率，可以看到美元的利率呢，目前是在0%到0.25%，这个是美国联邦的这个基准利率。这样的一种利率啊，在全球来说几乎没有什么优势了。在这样的一种这样一种就是说利差的情况下，你想还有多少人有多少这个资金愿意通过这种获得利息的方式，或者说为了通过套利的方式回到美国呢？我觉得很难，对吧？很难。就像当年的澳币一样，澳币当年的利率非常高，所以说很多国家都会把钱借给澳洲，然后来澳洲获取相应高的这样一个利息。然后呢，澳币当年的那个汇率也一直上涨。所以现在来讲的话，我们看到美元的利差在全球来说并没有什么竞争力。那么像丧失了这种息差了以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吸引国外资本的资金的这样的一种驱动力或者流入的这么一种动能就会减少，从而呢也不会就是提升自己本国货币的汇率。
大家可以看到右边是美国的负债和 GDP 的比率。那么在这样强的一种负债和这个印钞的情况下，我觉得可能有很多国家或者说接盘侠也都在想，我是不是要还买入更多的美元了？其实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美国，美元是我们的货币，但是是你们的问题，真的是当下很难处理的一个问题。并且呢，我们回顾呢历史上的三轮的美元牛市，其实背后都是有高利率的支持的。但是今年呢，今年的美联储呢引领全球的这样的一个量化宽松，并且呢这种财政和这个财政补贴，包括这个国内的这种各种的这种叫什么福利吧，不是印钞啊，这 job keeper 这种像澳洲一样的这种，那么也远超其他国家啊，所以说我觉得从这个角度上看，也是美元丧失优势的很重要的一点。那我们再看一下，就是美元的对立面欧元啊，大家可以看欧元呢，从长周期来看一直是在一个绵绵下跌的通道里面，但是到了2020年的3月以后，看到没有，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它经历了一次剧烈的震荡，在这个地方有个剧烈的震荡以后开始收窄，然后往上前行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看到欧元在突破了好几个这个压力位以后呢，已经挑战了 1.18 的位置。其实我们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就已经感觉到欧元的这样一个走势，就是说要开始反转了。只是今年的市场真的，如果说不是节奏不太好的话，真的很难去抓住这一波。因为中间这个大的震荡，从 1.0 几到 1.1 四几中间这个震荡确实太强大，会让很多人就是锚不准。但是到了5月以后，大家可以看到市场对欧元的信心又回来了。那么从欧元的走势我们也可以看到美元的这样一种就是说可能走熊的这种观点也是被印证了。那么我们讲了如上的这些内容，其实想说明的是什么呢？其实想说明就是美元其实是我们在交易里面或者在投资里面不可以忽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它是我们很多投资的一个计价单位。然后货币的供给和产品，包括这个资产，它都有很直接的关系。所以了解美元或者说了解美元的大周期会极大的帮助我们去做好其他产品这个配置和交易的一个节奏。那么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如果说美元熊市下我们有哪些投资策略。美元的熊市直接会利好新兴市场还有大宗商品。首先我们讲全球大宗商品之王原油，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在今年的这样一种这个市场的情况下，可以看到的就是我们有史以来迎来了一个负油价，对吧？然后呢俄罗斯和中东还不对付，是吧？沙特打起来说那咱们就一撸到底，看谁的这个叫什么实力更强大谁能够用更低的油价，是吧，抢到客人。后来发现不是钱的问题，是没有需求，对吧？因为大家都不出门，飞机都飞不了，邮轮这些需求都在减缓。但是呢最近大家可以看到油价呢涨上来了，对吧？今天早上油价暴涨创五个月的新高，这背后是什么呢？是需求吗？是减产吗？我觉得都不直接，最直接的还是美元，对吧？原油的产量确实有所下降，
有所下降，但是最近也是反弹了，也开始反弹了。那么我们再看一下，还有哪个大宗商品？黄金、白银、铂金、钯金、铜，包括铁，是吧？可以看一下最近这一两个月，这个金属，或者说我们讲叫这个其他的这个金属类大宗商品，都是一个非常强势的上涨。黄金大家不用说了啊，白银是吧，涨了 43.8%， 就这一个月。我们看看铁矿石，铁矿石是我们大家都关注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因为铁矿石的跟澳币的走势是非常相关的。因为澳洲是一个就是说洋背上的国家，但是呢盛产铁矿石。那么铁矿石的上涨带动了什么？带动了澳币的强势，可以这么说啊。虽然它主要来说还是看美元，但是铁矿石的上涨支撑了澳币的走强。那么从铁矿石在今年年初的时候的大概二月份的时候$80多到现在的$110多，也像极了澳币对美元的这么一个反弹，对吧？所以说很多人在聊起说是不是现在还可以去买一些澳洲的这样的铁矿石股票的时候，就我大概率的要参考一下。那么像 BHP 啊，像 FMG 啊，他们卖的这些产品价格是吧能否持续啊，这个背后就是他们利好的一个关键因素。如果说需求存在，美元走弱，那铁矿石走强的情况下，我相信这些公司的表现不会差。另外呢，弱美元的利好呢，股市这又拿出来了这个纳斯达克这个图，确实就是像这样的一种走势图啊。你说它好看吗？我真不觉得它好看，因为好像就是就在力学角度上来讲，好像有一点就是说不那么平衡啊，美感不那么平衡，就是太吓人了。好像在从物理上或者说从这个美学上来讲的话，这种结构啊确实好像不是太正常。但是市场的这样的一个反弹或者说这样一个走势告诉我们，今年的股市不能够完全用基本面的这个什么的经济指标或者说这些东西来看，我们要看股市对标的东西，股市对标的就也就是资产对标的东西，就是货币，对吧？货币如果说走弱，那么相应的资产就应该走强。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是股市走好，其实背后很大的推手也是因为放水，也是因为美元。OK， 那么接下来，如果美元接着走熊，那是不是代表股市能接着涨呢？对吧？如果昨天有人问这个问题给股比的话，我觉得就很有水平了，对吧？我觉得可能他需要讲的，或者说这个从逻辑上推演的东西就多了，那我们可能能学到的东西也更多了。如果从单一的维度上去分析，我认为这个逻辑一直会存在。什么存在呢？就是说既然你的上涨的确立来自于你的放水，来自于你的印钞，那凭什么我一直印钞就不涨呢？肯定是涨，只要我印钞，对吧？但是呢如果说我放缓，或者说我认为在现阶段我投入的货币的量已经足够了，
已经足够了。那这个时候大家要注意的就是增量的问题，就是货币的增量开始放缓的时候，那么其实呢也就是股市有一个正常回调的时候，那么这个也是我们接下来要关注的一个点，在三季度，因为经过了有史以来最强的放水以后，三季度是不是还会维持这个力道，是我们接下来去追高的一个很重要的指标。那么我们会保持一个强，就是密切的关注，市场会不会接着用放水的方式去推高。那从现在的货币政策，包括从其他的央行的一些情况来看的话，我觉得应该大家还是这个克制还是审慎的，因为这些印出来的钱实际上还是要还的嘛，对吧？那谁来还？接下来这些债务包袱怎么消除？其实也都是问题。所以我认为呢，三月份的市场可能要看的是还有没有这样的力，这个放水的力道去支持它。但是整体来讲，美元的走弱会对于这个大宗商品，包括新兴市场的股市，还有新兴市场的汇率都会有一定的支撑。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图，也就是说纳斯达克的比值和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的一个当时纳斯达克对标普500的比值已经就是超过它了。按照这个图已经有一点 out of date， 到现在来讲的话，实际上绝对是已经远远的超过了之前的高点。那么这也告诉我们，就是说从不同的维度上去看待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要去考虑到它背后的一个风险。那么之前我也给客户发过一个很有意思的角度，就是说用黄金的价格和 SP500 的价格相比较，当时市场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趋势，就是黄金对 SP500 走强。果然在今年黄金对 SP500 的这样的一个比值是一直在走牛市的，也就是说黄金上涨的速度更快。那么从这样的一个图形上来看呢，我觉得大家确实在操作股票的时候要小心，或者说要注意如果说你之前买了很多的基金，你的养老金在这个时候又面临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是不是要赎回啊，用什么方法去锁定我的这样的一个反弹以后的利益如果你买了很多的科技股的这样的一个ETF 或者是基金的话，现在会不会是一个比较好的机会去赎回这种问题，说实话真的是我们需要去考虑的，因为这些都是钱嘛，都是你背后本身的利益。那么呢，另外呢还有一个产品，就是我最近在研究这个美元的这么一个走势的时候，我发现了一款非常不错的一个交易产品。那么呢它同时会从大宗商品和新兴市场股市的上涨中受益并且呢它还有正仓息，就是你只要持有还会给你钱。那么接下来我会在我们的 VIP 的信号里面推送这款产品，欢迎大家关注。那么今天的内容呢，我看现在多少45分 OK， 今天的内容我大概就讲到这里欢迎大家呢添加我们的微信小助手获取更多有趣的信息。那么剩下的时间我们聊一聊，我们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Rosa 鱼说古比先生的金价会到2650还是2065这个大家可以翻看一下昨天晚上的视频
人民币怎么看？澳币对人民币哪个更强势啊？澳币肯定现在是强势一些，因为啊，人民币这段时间，人民币这段时间对美元走强，但是人民币这段时间呢，它有一个就是说叫什么，很灵活的一个叫什么，这个汇率工具，然后它对于除美元以外的货币呢就走弱一些。请问 AX200 吧，应该是近期会下6000点吗？张旭，我说的是他，我认为他围绕6000点，就是说6000点应该是他震荡的一个中枢了，他往上也有机会呢，他也往下也有机会。那么在这个价格的箱体里面，我觉得澳洲股指操作起来还是比较简单的啊，比较简单的。就像我们之前在直播里讲到，我认为现在的股市是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拖着它的，所以说我们只能够用一些比较合理的这种交易技巧啊，合理的交易技巧去参与，而不是说完全的看它的合理性的这么一个价格每天会怎么波动，每天怎么波动我们也没有办法去衡量，但是长期很好说，知道吗？长期大家都会说，长期7000点、8000点、9000点是吧？10000点可期，这个倒不难。那个印钞是无节制的嘛？白银可以看到哪个价位？那我得看一下图。白银现在27.76块。白银我们上次讲的时候应该是在70-23，现在到27，哎，太吓人了，真的，时间就是金钱呐，对吧？大家如果早一天关注，早一天去参与，那么可能获得的收益就更好。我们看一下长周期的图，白银，白银这个图其实就很明确啊，就是我们看这样的一条趋势线，是从2013年开始，白银都在走一个下跌的通道，然后呢，在从2016年以后呢，是这个从2019年以后呢，就在这个地方开始有一波反弹了，对吧？2019年8月有一波反弹，跟其实也是伴随着黄金的一波上涨，后来经历了疫情，达到最低点的11块多，然后再开始拔地而起，拔地而起啊，14啊，如果说你从13块钱、14块钱买入都没有问题，到现在也是一倍的利润。然后呢，突破了这样两次，如果说是压制的话，突破了这样一个20-22之间的压制，直接击穿24，然后现在27。如果按照目前这个走势来讲的话，我认为它应该回到了这样的一个箱体区间。也就是说，我认为未来白银啊应该会看到29-35之间啊，白银应该会跟随黄金的上涨而上涨，然后会它因为是补涨嘛，所以说它的这样领头羊很强势，走到历史高位了，然后它才走了一半，所以说白银还是有机会的。涂不动了，涂不动了 ，OK， 我天哪，这什么回事？哦，好 ，sorry 啊，它这个设置的问题。好，现在能看到了吧？这个是我的失误啊，这个涂不动了。啊，Robert 张好一。说放水到股市和房市的比例啊，我觉得这个国情不同啊，可能这个情况要分而论之啊。大家就知道，在中国很多时候钱呢就是用各种方式借到啊，借到实体是吧？借到这个央企啊，或者是借到股市，最终呢都是为了去回到房市，因为房市是最强势的一个生意嘛。
他是拿着尚方宝剑的生意，对吧？谁想要房子跌呀？地方政府也不想，基本上利益集团都不想。所以说，做这个生意的人，那都是，都是怎么样，揣着一个亿进去，恨不得拿100个亿出来的这种人。所以我觉得国情不同，真的。但现在来讲的话，中国好像做房子这块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了，大家应该也能感觉到。但是都是嘴上说不要不要，身体都很诚实，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保持克制吧。你要说这个比例啊，我也不好去帮你去说。那么，但是你这个问题很刁钻，如果要回答好的话，要做很多的工作，我暂时保留。哦，你说的是澳洲啊？澳洲的地产和澳洲的股市，目前，放水的话去哪里比较多？我觉得，相对来说啊，从市场的表现来看的话，应该是说，在股市多一些。银行股。可以持有吗？代建国银行股，银行股，你要说持有做长线的话，我觉得倒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可能你觉得我这种回答不是你想要的，因为你要说持有这个东西，看你要持有它的目的了，你是想赚股息啊，还是想去拿未来的一个收益，就是股票上涨的收益。所以说我们在做资产的时候不一样。如果你拿收益的话，其实我觉得有比银行股更好的一些配置方式。在这种就是说放水啊也好，就是说利率一直打压的时候，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欧洲的银行股它非常惨，这些年对吧？因为有利息一直被压得很低嘛，所以。欧洲的银行股的表现都不好，那么从长期来看的话，银行这个生意啊，就比如说像现在的蚂蚁金服，其实它背后也是一种像银行的生意一样，我觉得还是有一定垄断性吧，但是还是容易受到挑战的。比如说像现在比较流行的这个 APT 呀，这种现代的这种金融的这种互联网金融的这些公司吧。觉得都可能对他们造成一定程度的冲击。就我个人来讲的话，如果说，像我这个年纪啊，我实际上我是真的不愿意把钱投在银行股里面的，不管是中国也好，还是说澳洲也好，我觉得都有点 boring，宁愿去追求一些就是说相对收益好一点的机会。还是问银行股，我们看一下银行股啊。哇，银行股真的是活不起的感觉，你看，它还在这个底部，它也不反弹。如果说从月线上来看的话，就是在疫情的低点到现在，几乎没有任何建树啊，是吧？就是资金根本不给他面子，你生意是好，你垄断呢，但怎么样呢？是吧？我就不愿意跟你玩儿。你看这个银行股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确实我觉得表现的并不是太好。大家有银行股的可不要骂我啊，我只是看图说话。当我们看到一个比较强势的产品的时候，实际上它是就是那个图形会走出来的这种感觉，就像有一种力量一样，就是一种通道感。先买后付的板块如何？有资金追捧，我觉得短期来说就是跟随着它舞蹈，就像前段时间特斯拉被炒的是吧？
非常的凶狠，涨的跌的都很大。这两天又安静一点了，这两天又炒什么去了呢？炒柯达，炒完柯达又开始炒，这个微软是吧？微软炒完开始昨天晚上又炒迪士尼，对，资金呢有时候也是闲不住，但是我们去，如果说你是去追日类的这些机会的话呢，那么。我觉得有资金的这些产品啊，APT 啊，我们看一下 APT。APT 65到75之间，对吧？65到75之间，在这个平台中间去整理。A2 一直以来都是19，也不随大盘走。但是中澳恶化会影响到 A2 吗？A2 我当时画过一个图啊，这是 A2 吗？不对，A2M 才是 A2。对，我画过一个图，就是 A2 它在这个。趋势的轨道的一个上沿啊，也就是说，在这个地方它是有压力的。我们看 A2 这些年走势是也是非常的凌厉啊。如果我们画一个这样的图，大家就可以看到很清晰啊，它现在在这个上沿，对吧？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其实要保持克制，因为你追在这个地方追涨的话，挺不舒服的。如果说它能跌下来，我们再买也挺好。TWE 有仓位需要甩吗？我就有 TWE 啊，看一看 TWE 还是维持在这个通道里面，对吧？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整体的走势的。一个感觉的话，就是由于疫情以后啊，都被这个12块钱这个地方压制着。如果说它能站上12块钱的话，其实就比较明朗了。但是目前来讲，半死不活在这儿 我还想给他点机会，说我还没卖。啊，整体来讲，因为我平时比较喜欢喝酒嘛，就没事我就会买他们家的酒，作为一个股东来做点贡献嘛。大家也可以去一起来为他做贡献 AMP 四牛还是买？AMP 哦，错了，不是这个。AMP 好惨的，真的好惨。我们看一下月线级别的 AMP。就基本上没有回到2.8块以上的话，现在都是在挣扎，看看它在挣扎吧，对吧？上不去，上不去。AMP，AMP 好像最近又说什么 CEO 要离职什么的，对吧？这个如果说你的资金不错的话，我觉得，可以抄点底啊，就是说。可以买一些，因为我觉得真的是没有价值，但是跌着跌着就有价值了。有一个朋友问我说，好像是关于股比均线的是吧？他说叫下拱还是下攻，可以用股比均线吗？正好可以巩固学习。股比均线呢是一个很好的工具，但是我平时用的。说实话，用的比较少，我喜欢这种很清爽的感觉啊。除非呢，就是在 MT4 或 MT5 的软件上，我们有那样的一个插件，就是说，你可以直接载入进去，然后你可以用股比均线再看一次。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加小助手的这样的一个微信，让他发给你。哇，还有这么多问题啊！看一下 CCL，看一下 CSL，
还有人说短命的 CEO，好，最后看一个吧，看一个 CSL，CSL 绝对是，就是说大家都比较关注的一个产品，因为也是我觉得也是，根据我们这么多年来苦口婆心的一个吹捧吧。我们大概从2018年开始，就是说啊，这个机会还有，还不错。然后从2019年，是吧，一直涨，一直涨。然后到现在来讲的话，它现在从月线上来看，确实相对来讲是比较弱的，是往下再有一个整理。我们再看看周线，周线来说也是在有一个向下。那这样是 M 顶吗？我不认为啊，就是说我不认为这是一个 M 顶啊，就是说可能并没有完全转势下跌的这么一个趋势出来。那么如果是我的话，我还是愿意关注它走强的这么一个机会的，因为毕竟在那么惨的市场情况下，它都没有跌破240，那么现在277，如果我们把它当做一个整理的话，当做一个整理，我觉得大家可以关注260、250的机会都不错。如果跌破了220，你就小心一点就好了。目前虽然说是有一个下跌的一个情况吧，但是也不可能天天涨，是吧？你以为是纳斯达克呀？对吧？OK，那么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还有一些留言的问题呢，我会找机会给您这个留言或者是回复。感谢大家的参与。那么欢迎大家回看关于今天美元熊市的这么一个讲座内容。其实呢，当大家了解了我从6个维度上去讲美元熊市的这么一个问题，其实很多时候大家可以当做一个去衡量或者说去分析的一个角度，而不是说我只是看 K 线而已。你只是看 K 线，实际上我觉得你还是不了解市场的。OK，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还有很多问题，我们就以后再沟通吧，好吧？大家也可以通过小助手向我提问，谢谢大家。谢谢张伟，谢谢张旭，谢谢宋梅，谢谢 David Wong。哎呀，我今天有点玩直播的感觉了，开始。拜拜，拜拜，我关了啊。都不行。Leave them before.